我嘛要拜托大家，当当九合一选举了，咱民进党的气势确实有减弱。但是民主政治当中输赢本是常事，绝对袂当因为输的时阵，互对方威胁，互对方恐吓，因为威胁恐吓了，煞是失去咱在这块土地生存、打拼、奋斗的意志。你未来，你这场选举，嘛是一个选择，到底咱是要行向看好台湾，在台湾好生活？啊，是要走向中国，去中国讨生活。拜托咱这些雄心士大，无论如何，我再度第三次向大家恳求，一定要来支持二号郭国文，来要求拜托咱大家对我展示出来，咱是选择看好台湾，而且好生活好阿妈。在这个竞选的过程内底，对方的候选人拢讲。过去民主进步党在这个土地台南市执政的过程内底，无为台湾人民做任何代志。讲这个城市是一个逼近的城市，这点我完全无法当接受。各位，过去咱所有的这些县市长，不管是陈东山县长、苏焕智县长、柯天才市长，到咱赖清德市长。已经跟黄伟廷市长接班，咱已经打好一个非常好的城市。在西海岸竞争当中，咱已经有一席之地。这个城市的市民是有公允感，这个城市是充满了黄荣光，是一个进步的城市，绝对不是一个悲情的城市。各位，咱要在这届选举当中来证明。咱是选择一个进步城市、公营的城市，这点嘛爱大家恳求，集中来支持二号郭国民，代表咱来选择一个进步城市，安尼好唔好？